上次在这边斜斜的地方哎、欸，这边很陡、欸。因为它是山羊啊。一片乱跑啦，要丢掉啊！这个让不一片乱跑啊。丁伯庭，你在找我吗？你是在找我？累吗？问老板啊。好，我们已经到达了观光果园。你这不好吃吧？会咬人欸，有没有咬到你啊？没有啊，它就是咬。我刚才不小心，竟然吃到四个。